为什么每次见到他，我都无法控制自己？进府第一步，先扳倒萧夜庭的母亲，将军夫人。萧姐为何不直接对大公子下手？萧夜庭最在乎的，就是嫡子身份。他母亲若地位不保，他心思必然慌乱，我们接下来的布局才会无往不利。 谁要把府里最好的东西都搬到半梦姑娘别院去？府里都传开了，说半梦姑娘是未来的少夫人呢，怎么可能？二公子眼光那么高，怎么会选花艺师做少夫人呢？你何时见过二公子待人回府上啊？他们呀，这叫爱情。切，你是画本子看多了吧？一个是英俊的将军嫡子，一个是倾城的花艺师，郎才女貌，多般配啊！怎么回事？弄出这么大动静？ 大公子白天是人，晚上是鬼呀。看来你进府的目的已经暴露了。哦，我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你吗？大公子怎知我来是为了你？ 而不是萧二公子呢？所以你来将军府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你们兄弟俩，一个可怜我，收留我，而另一个。 却总是在怀疑我，我只是一个无父无母、无依无靠、无处安身的弱小女子。大公子，为何处处要针对我？莫非你是对我动心了？ 控制自己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是这个女人有问题，还是我出了问题？